早上好，我刚刚洗完牙，刷完脸出来，然后呢，现在目前是我素颜的样子，眉毛很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等一下我化完妆，妆前妆后的样子，比拼大不大？现在就是我化完妆的样子，现在就已经化完了，就整体就是这样子。区别还是有点的，眉毛跟口红真的很重要，即使人不化妆的话，还是得涂一点口红，画一个眉毛比较好。然后换衣服，换一套衣服再看一下。我换了一条吊带裙，因为我外面还要穿一件外套。整体化完妆就是这样了。你们觉得差别大吗？有没有感觉？就是瞬间就提升了整个人。好了，我要那个去上班了，等一下要迟到了。